下行囊，卸下了疲惫，站在故乡街头跟流浪告别。火车带走时光，沿着铁轨拉长了思念。我竟想起去，我敢出门前，我无语无言。回忆过了今夜，伤感微微，抬头天上月，站在夜的尽头跟无知告别。火车带来希望那么浓烈，激动不能眠。我不曾后悔，我唱着喜悦，我思念着谁。离家的我，迷路的我，像一颗任性红色气球，盲目追着风。多数时候只懂得向前走，受了伤不说话，低着头。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做个飞行员呢？你嘞？我想盖很多房子。给谁住啊？装我家堆积如山的破烂。决定了吗？啊？梦想和现实。如何抉择？其实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军校我还是报了名。真想离开那个家。干脆我跟你一起去当飞行员。欢迎之至，只可惜我想娶贝贝不会答应的。他哪能体会我在这个家被孤立的心情啊？真羡慕你有兄弟姐妹啊。有成，我可是从小到大都把你当亲兄弟在看的。如果我们一起去念军校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，一起念书，一起飞翔，一起鸟瞰这片大地。就这样决定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向敬爱的空军敬礼！敬礼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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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！好，给你补好啊，安尼就看袂出来。来，遐穿看麦。我是无爱穿的啊，若是无穿的啊，我才无爱去上课嘞。嘿，你这个囡仔哪安尼啊？袂输迄册，敢若为我读的嘞？遐穿看麦啦。啊，看遐尔清楚，穿起来敢去食同款嘞？同学吼，拢认出咱兜是受歹体仔的呢。哎呦，你这个囡仔是安那？啊，甲你补好啊！啊，你搁甲挂到安尼啦？看着这条裙，我已经无爱挃啊，安尼就看会出来啊。哦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哦。好啦，我来叫恁阿爸哦，甲伊买一件新的啦。伊这毋是阮阿爸啦。是啥物？用成你变样，你是？你莫对我后壁讲话好无？少喝点啦，啊，省点钱给女儿买衣服啦。买什么衣服啊？制服啊。
你甲看啦，啊，你破甲安尼是要安怎穿啦？师傅，哎呀，师傅啊，家里多的是啊，啊，叫他自个来学。小野，小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自个选一套合适的，啊，慢慢瞧，这一箱都是。怎么了？哎呦，那一套没有多少钱，给他买新的啦。你倒大方，没多少钱，你帮他买。这衣服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能穿呢？小雅，你说，这衣服洗干净了，不是跟新的一样吗？爹爹，穿的都是这些，啊，你慢慢瞧啊。哇，这个裙子怎么破成这样呢？这是好像是刀子划的嘛。小英，这裙子是这么破的呀？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被勾破的。爸，他一定是摔到刀山上了。你看，这一条一条的，分明就是刀片割的。还有，刚刚是谁说他不是我爸爸？有成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哪有乱说话？我亲耳听见的。我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。你有？我没有，你诬赖我！你不要骗人，你有？我没有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统统给我闭嘴！这还像是假吗？母亲不像个母亲，女儿不像女儿，儿子不像儿子，俺这个一家之主。你们有没有放在眼里啊？该花的钱俺给，不该花的钱俺是一毛都不会给。你要这么管孩子，就自个去赚钱供他花，俺可供不起啊。还有你，给俺好好念书，跟着念珠啊好好冲刺，报名的时候把所有学校给我统统填了。要是再考不上大学，俺这个屈家的大门你就甭进来了，听到没有？少奶奶，有人在家吗？少奶奶，来了来了。谁啊？哎，村长。哎，少奶奶。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，老嫂，你也在啊？哎，他是管区啊，丁景元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邵先生，你别误会，你儿子报考空军官校，我们只是来做个例行的身家调查。什么？念珠要去考空军管校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有话要问你。谁准你去报考空军管校的？是管区来做身家调查，我们才知道的。爸应该知道，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飞行员。放屁！少给我来唱这些搞调，什么梦想、抱负、志向。都是假的，都是不能用自己生命去交换的，你知道吗？爸，我只想去开飞机啊。不准去。干嘛去当飞行员啊？又不是考不上大学。你看看爸爸，赔上了一辈子的健康跟幸福，结果呢？梦想、抱负、志向，他理我了吗？
这一切的后果，还是要我自己一个人来承担，而且也拖累了家人。爸，你当初选择当军人，难道不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吗？我是想为国家做事，我的确也为国家做了事，够了。 我们家里有一个人不幸就够了，我们也算对得起国家了。爸，就算我去半工半读好了，大学的学费这么的贵，还是会造成家里的负担。我就算是去借钱，去要饭。 知道很晚了，你先去睡吧。书明天再念了。妈也知道很晚了，衣服留着明天再做了。不行，这些制服啊是明天交给人家的。你先去看你爸尿袋买了没？啊。哦。爸爸，我给你拍拍背。 你想都不要想，门都没有！严哥，严哥，爸，老子让你干啥？爸，徐贝贝，有人说啊，他要跟你一块去空军管校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有成他原本就已经……小声一点了，怕什么？这不丢人？你看，那小子是念书把你这个脑子给念坏了是吧？俺辛辛苦苦的栽培你，就差临门一脚了。
给俺来这一招，念军校，想都不要想，好汉不当兵。咱曲家就你一个壮丁呐，还等着你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的。哎，念珠，曲贝贝，给俺好好盯着他，他要是能考上大学，俺中中的有赏。哎，小燕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里面热，外面比较凉快嘛。嘿，专心念书，就心静自然凉了。进去念书。小燕，到你面去了。俺走了。好好。好好专心念书啊！你们家呢还要靠你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呢，屈家就你一个难顶嘞！别闹了啦！好啦，没关系啊，我昨天还是被臭骂一顿，看来是当不成飞行员了。真的哈？好好念吧，能够考上同一所大学，我们不就可以一块念书了呢？丽君，丽君，来了来了，什么事啊？你在后头忙什么啊？我在洗衣服。啊，给我点颗盐。哦。你要是忙不过来啊，就叫孩子们帮忙。哦，难道今天礼拜天都不在家？他们都去念书了，又不是去玩。那还有战省呢？他到吕校长家去做功课啊。他这么管啊？哎呀，丽君，这颗盐不好少，给我换一颗啊。好。要不要我去找老张帮你凑个局啊？我才不要嘞，他们嫌东嫌西的，不要。好了好了。人家陪你打牌，省得你无聊啊！嗯，我不要。不要挑了嘛！啊，来，好了。妈，我出去了。哦。我去丙泉家做功课啊！哎，这，哎，这个小土匪！我现在去把老张、老蔡他们都找来啊！啊。吕校长，吕校长，电视机送来了。哦，电视机来了。来啦！来，我来看看。老板来了，我给你帮忙来。来，小心哦。来，小心哦。哎，送我。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没事。好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好，你下来。哎，慢点哦，慢点。好。吕爸爸，你们家买新电视啊？哎，一会儿到你妈妈家来看电视啊。好啊好啊，我去叫哥哥姐姐。哦，好。哎，韩太太。哎，村长说你。买烟机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弹几句，不对之音。老太太。哎，村长。辛苦了。啊。不要太辛苦了。我做了。好。
你慌什么啊？妈，贾叔叔，你妈妈家买新电视，赶快去大街看电视。电视，你跑慢一点。少太太，不好意思哦，差点撞到你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许叔叔睡啊？哎，顺便帮正芳找几个牌搭子，省得他一个人无聊。哎，啊，哎，可以，谢谢。慢慢起啊！好好好。哎，东伦，爸爸在不在啊？等一下哈、哦。爸，尚妈妈找你。老张。少太太，你来的正好。这是老少欠的赌债，每一笔啊，清清楚楚，绝错不了。没错，钱债未清，我看这个牌就不要打了吧。他不打牌也没有事情可以做啊，没事做他的脾气就更大了。哎，人家都是看你的面子，天地良心啊，跟他打牌呀、啊，真他妈不痛快呀、啊。我们就把他当病人看吧，多担待一点。爸，哥哥痛呢？哎，他打牌容易啊，可赌债要你还就难呐。你要信得过我，这个债我绝对会还的。好，看你面子，我去找老宋老蔡。好，桌我都摆好了啊，你们快一点，别让他等急了啊。赵太太，像你这样的老婆，是老少前世修来的。我走了，晚上烙饼给你们吃。好。小琛，你当我一起来看吧。哦，好、啊。有成哥，我哥呢？他上厕所去了。哎，不管他了啦，我们去吕敏姐家看电视。走啦，走啦，走走走。小英。他们人嘞？他们去李炳杰家看电视。哦。我表示我不让你坐，我不看你了，不要你。
念祖，你跟有成念书去。去啊！詹生，你跟我回家。校长不好意思给你们找麻烦了。少奶奶，孩子嘛，别生气了。是啊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妈，可是妈，还啰嗦。回家。 我来开电视，我们再开电视，来，去房间。南风，哎，南风，碰一个，来，把地给我，拿。我找赵敏小姐。三头，三头，怎么？七条。 不要乱打啊！我是听牌的啊，不要乱打啊！看清楚点啊！等一下，听牌啊！打六条，六条。摸牌。妈，张宗明讲的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真的？到底是不是真的？ 是真的，所以我才叫你们好好读书。像你这样打架闹事是解决不了事情的。你还在那干什么？回家啦！你回家给我好好读书，你再出乱子，小心我扒了个皮。 小英，你是不是在这边抽烟呐？不抽就是。慢慢来啊，别着急。好了，洗碗，砰，糊了，哈哈哈哈！今晚边章也糊，今天手气太好了。老少，我又赢了你的钱呐！ 什么？我放炮了，您看到了没有？拿一连零钱过来。好，来了。好，再把它捋一遍。好了，中型，又臭又长，第二型，什么型？耍猴型，打电话围着桌子转，跟耍猴似的。第三型呢？第三型是全武行型，连说带打。第四型又是什么型呢？ 戏剧表演型，语言动作都极尽表情之美。第五型，又是什么型呢？扩大器型。
惊天动地打的电话。第六瓶又是什么瓶呢？涟漪。鸡子，走了啦！走了，走了啦！哎，钟明啊，钟明啊，快来快来！你要赶快去少家，告诉你爸爸宪兵来了。去了，快了！哎，金星啊，有一个贼头老伯，赞呢！连工哦，阮拢可以照顾啊。我甲伊无熟啊。哎，啊，迄恁老伯呢？啊，饮酒啦，饮酒啊，赶坐。二饼，好，糊了。爸，爸，宪兵来了！宪兵来了！哎，宪兵来了！我糊了，快收啊！我糊了，给钱！这给我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我糊了，给钱呐！我难得糊一把，你们给钱呐！给钱！来来来，给水，给水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！你们说的怎么样？兑点水。有人打电话说你们在剧毒。剧毒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几个老朋友聊天喝茶，赌什么？赌博劳民伤财，谁敢呐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是啊，我看是有人在恶作剧吧？你看我们什么也没做啊。妈。妈。包洋状，什么时候受的伤的？他是啊，打尔山炮战的战斗英雄啊。嗯，打了3个月的仗，如果没有这场战役，台湾不晓得变成怎么了啊！嗨，早就没有了。辛苦你们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可能是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哎，少连长，对不起了啊。哎，不过呢，我可要提醒各位啊，在建村里头打麻将被抓到，可是要取消好几个月的眷粮的哦。哎，听到没有？不能打麻将，不能举毒，这都不行啊！哎呦，吓死人了！好在我们反应快啊，否则啊有罪可受啊！丢面子是小啊，没眷粮啊是大啊！还说呢，我不是再三警告你们了吗？啊，不听话，真是的！是哪个王八蛋，缺德！省儿子没屁眼儿，既然敢告密，就站出来啊！站出来啊！正方，街坊邻居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这样。要不是八二三啊，靠我们这些手断脚断、全身瘫痪的战友啊，
今天台湾会是个什么局面？会这么安乐吗？打个牌又怎么样了？碍着谁了？有胆子告密，没胆子出来，真是个王八蛋！有种出来，有种站出来！干政，你爸好像在骂你王八蛋。张通，你别胡说！ 是你打电话去告密的，我听到的啊。战神，真的是你吗？战神，过来。你给我过来。过来。战神，你没做这个事吧？嗯。 是我，是我告的密。很好啊，儿子告老爸，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吧？你看，你干的好事，你干的好事。你是怎样？你敢告你爸剧毒是不是啊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们被笑是小，我们粮要被扣，你晓不晓得啊？ 你是怎样？谁家里不让狗，你妈不让草，是不是啊？你赶紧有本事，你不要，你走！啊，你走就走，你不要，你不要打了，你不要打了，你本事大吗你？哎呀，少奶奶，孩子就不懂事吗？好了，楚军，你们统统出去。哎，坐了，老板，坐了，好，坐了，先走吧。 哎，口误呀，没死吧？啊，坐坐坐，啊！我没有你这种儿子，你走。 老天爷，这是个什么年头？儿子告老爸，我们家已经够悲惨的了，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呢？你走开，走开！ 正芳，你累了，我扶你回屋里休息一下。啊，走。报告连长，有才来报道了。哎，有才啊。哎，是连长好。好好。夫人好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你们好。蔡叔叔。 有才啊！哎，连长累了，我先推他回屋里休息一下啊。张云，给蔡叔叔倒茶啊。有才，有才，你坐坐。好，谢谢，好。正芳。 我没有把孩子教好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楚局吧，就好好找带油菜，别让别人看笑话，啊！好了，楚局，你们赶快去叫好找带油菜，别让别人看笑话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长老大了，念高中了吧？嗯。好。
啊，你是战生哦，八二三的时候你才刚出生呢。有才，夫人好。今天怎么有空来啊？我在附近批货啦，就想说来看看连长。连长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哎，对，夫人，您看。 是大同电锅哎，煮饭哦，这东西很好用哦，它里面有说明书，哎，还附食谱哎，还有，您看，这是一些营养品啊，奶粉啊，还有肉松鱼松什么的，都很好。有才，你太破费了，花这么多钱干嘛？哎呀，夫人，你不要这么说啦，其实这都是应该做的。连长当初他不是为了救我的话，他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我不吃买这些东西算得了什么？ 就算叫我拿命来赔，也是应该的。林静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那还有多少话？你敢说？战神，我真的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站住！少诞生，你惹妈妈，没惹公，是不是？你少打人！夫人，夫人，不要生气。夫人，其实战神他说的没有错，是我害连长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念祖。 夏雨，战神，叔叔，叔叔，对不起你们。你们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？有才，你今天来的时间不凑巧，我先送你出去吧。我跟连长说一声。不用了，今天家里有点事情，他有点累了，走吧。走吧。三叔再见。 这不长眼。好了，夫人，您不用送的啦。有才，今天实在……夫人，您不用这么说，有空的话我再过来。好，那我不送了啊。谢谢，谢谢。慢走。再见。 真狠！你也够狠，竟然告密叫宪兵来抓赌，你想得出来？我是因为张宗明那样说，说爸欠人家赌债没还，我气，所以我才想打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怪人家有什么用呢？爸确实是太那个了，妈这么辛苦，他都一点都没有办法体谅。我觉得战生做得好。 真希望爸再也不要再打麻将了。谁都不许这样说他。妈，妈，你们难道不知道你爸的苦吗？我们也很苦啊。他平常没事就喝酒打麻将，要不然就把我们骂一顿。你都是那现菜的害的。如果不是他，爸爸现在搞不好是将军，我们家也不会变成这样。所以你就踢人家了？我就是要踢他，踢他！ 你们三个给我听清楚，今天爸爸会变成这样子，不是因为蔡叔叔，他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服从军人的天职才会变成这样。你们不可以怨天尤人，知道吗？我要你们以父亲为荣，我要你们体谅父亲心中的苦。 我知道要你接受这件事情有一点困难，可是你们必须这么做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要互相扶持，相互体谅，懂吗？懂吗？ 念祖。 你懂不懂？我只觉得妈太辛苦了。只要你们乖，爸爸健康，妈吃再多的苦都愿意，懂吗？
祥云，你是女孩子，心细，有的时候你要帮妈妈的忙，可不可以？三婶，你呢？还会怪爸爸吗？妈，我一生下来，爸爸就受伤了。爸爸以前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问哥哥跟姐姐，他很好，爸爸对我们还有对妈妈都很好，真的。妈，爸爸是受伤才变成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以后不会再怪爸爸，也不会再怪他们了。我们去跟爸爸道歉，哦。你们都是乖孩子，妈妈在这里代爸爸跟你们说声谢谢，谢谢。妈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展生，妈，你骗我！你说我跟爸道歉，爸就会原谅我，我还没说到话。爸就叫我滚。妈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们该做什么就去做吧。战神，你也去啊，去啊。我怕会被别人笑。战神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知错能改比什么都重要，知道吗？来，去张贝贝家买点糖吃。哦，去，乖，去了。战生，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小心我扁你。你看什么漫画书啊？想看是不是？想看就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借我看漫画书，我们就一起去打香肠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碧君，不要擦，让我的眼泪流下来，让我感觉到我自己还活着，让我
还有一点良知，也不会让我自己自怜，变得这么残暴，让孩子这么丢人，让你这么幸福。正芳，正芳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 孩子不会因为你而丢脸的，哦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苦，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觉得苦，一点都。 阿妈，卖鱿鱼啦！你这个囡仔，搞这个电报那个死样的，你别呀！你讲我哩！阿妈，你别怕伊啦！你阿妈怕伊吼？不，不好你怕！哎哎，你别跟你阿姨啦！严心，阿妈，严心，阿妈，严心。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建议有为都不行。好，爸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啊，自己打，听见了没有？爸，爸，不要这样子，爸，你得打，那种不要打，你不要管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，爸，给我打，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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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经流逝，消耗了爱的时间，留下了青春的遗痕，有没有学到一